轻松，不会很赶。我觉得今天因为比较仓促嘛，然后还是留了一些遗憾，以后的话呢还是想说来一次深度游吧。我们是从这个防城港东兴的边境，就是中越沿边公路这样过来的。这条线现在很红火呀，特别是这些骑行的都想来看一看中越边境的一些风光。千辛万苦千里迢迢就是为了来看一眼，真的就是为了来看一眼，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。出境游的话呢，客人他们报名还是非常踊跃的，因为越南也是一个受中国人比较热衷的这么一个旅游的目的地。那么越南游客入境到我们中国呢，就喜欢到我们的这个南宁、柳州、桂林，还有张家界，还有北京等所以这些线路都受到他们的这个非常的热衷。